是不是给我们那个 DGPH， 我们 DGPH 在不在？在。一个梦想。两倍。地铁在不在？在。圆满成功，对不对？对。我们总监在不在？在。晚餐吃饱好不好？好。OK， 我知道在座每应该都是很多都是 PACE 团队的成员哦，现在心都已经想到金华酒店去了哈。我这边的报告到此告一段落，希望我们今天晚上有一个非常愉快的夜晚，谢谢。第一组这边就这边赶快跟上，是负责二宫的部分，二权对不起，二次会的部分。那因为刚刚那矮姐说她有只要靠颜值嘛，不需要对，我也没有颜值，也没有这个那个才能口才，我只能靠形象照取胜，好不好？大家挺麻烦，就是我们就形象照出来，我们就这样子决定一切了哈，谢谢大家。